好，来，开关，智慧插座嘛，然后再开一次，关，那它还有什么功能？看一下，它可以开关，即时功耗，对，还有耗电，耗电就有图表、照片，还有那个。即时图表。我看一下，即时的或累积的耗电都用。哦，它还会计算电量。对，功耗。消耗多少度啊？多少度？所以我如果把它改接一个排插，它一样可以计算现在耗了多少电。对。然后可以计算一整个月的吗？对。哦，不错。天、周、月都可以是这个。我看一下，天周月，我看一下已经设定好的。我看这个有啊，你都有设定了吗？我要用这个现在没东西，用另外一个就可以了。这个才刚插，我们看一个比较完整的。那你把它开，看看会慢慢记开记录。它多久记一次？它一直记。你因为你耗电是一直消耗的嘛，所以它、这个没什么耗电。这个耗电量很低。对啊，1.4瓦。我说电的低。这边还是修不出来，要等一下，它电量实在太低了。